山边殡葬要申请，只有合资格的原居民和原居渔民才可以进行山边殡葬，并需向新界民政事务处申请殓葬许可证。申请人只可以在认可殡葬区范围内安葬先人。殓葬许可证编号要刻在墓碑的当眼位置，未经批准均属非法殡葬。详情请浏览民政事务总署网站。